冰川退缩，冰湖扩大，在中国中西部高山区分布着48000多条冰川。随着全球变暖加剧，它们正在加速消融。我们离珠峰越来越近了。这次科考队的目的地是海拔6350米的绒布冰川。大部分区域的冰川还是在退缩的。澎湃新闻记者跟随科考队员，全程实地记录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工作，探究亚洲水塔的动态变化。保护冰川，整装出发。